他偶尔就是说，我就说宝贝，他就说他叫许美女。我说许美女，你现在是要吃饭了吗？他说嗯。我说那你要吃什么？他说这不是父母应该帮我决定的事情吗？然后我说哦，然后我说哎，你会不会有喜欢的男生呢？他说我目前觉得没有男生配得上我，因为毕竟我真的很漂亮。然后我对。就是在心里想说，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自信爆棚的徐老三，古灵精怪的个性遗传老妈小 S， 在网络圈了不少粉丝。这个月刚满十岁的他，不啰嗦，直接解锁 IG 账号，连发六个动态，放送超级长腿，人气暴涨三万。就有粉丝留言敲碗，请直接出道，要出小 S 大将，不行。哎，不过徐老三的搞笑魅力，老妈想挡也挡不住。OK， 我下一次写功课，拜拜。先去洗澡吧，阿嬷说先洗澡。你自己都没在洗的。那什么 attitude 啊？那什么 attitude？ 拽姐的 attitude。拽姐嘞，爸爸叫你写功课你就写，我叫你洗澡你为什么不洗？你要给我做榜样，你就示范一次。你身体上比较多细菌，你要去示范一次吧。我身体上没有你那么多细菌。妈妈被逼疯了，去帮我开酒，去。我今天要来挑战九九乘法表，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挑战的太烂了，所以呢，我要挑战八的。你们看我跟他谁的比较好？但是呢，我已经知道答案了，是我。所以呢，开始吧。8888168323482548四十八六四八八七。哎呀，重新了，没有了，重新就是 NG 就 NG， 这是自然的，这样才可爱。因为再重新开始，好可爱。8888168323482548四十八六四八八七五十六八八六四八九七十二。哇，厉害哦，宝贝，你有没有话要跟哥哥讲？没有，没有，他是哥哥哎，他是你哥哥。啊？你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只是妈妈一直没有跟你说。是他一直住在我们家啊！你快点，赶快跟哥哥说一些鼓励的话，希望他赶快回来。